给那儿来，那是你的标。这要不是标，我俩扯给你，小妹，我跟你说。那不是变态吗？啥变态来着？那不是收音机，现在收音机变态了。都这改，都是改成这了，都是改成这了。我跟你说，现在都改成这，只能骗你，不能你。你能骗我？我坐这么多年的出租车，我从来没见过这种的计价机。现在都郑州都改成这了，我能骗你吗？你说。你往前边再走走，我看他能变到哪？他给我变到100块钱的时候，我都给你支付一百。再往前走走，这到了呀！你看，你再往前走走。行，你来开着车转一圈，我正好我都看着这表，他能从87块5能给我变到100块钱，我给你支付100块钱。那你跑时间长了，他都不跳吗？你再跑远了。不跳，他肯定不会跳，因为他这个是电台，你不能这毁了我。好，你个美女啊，真的。我提。哪47啊？看见没有？啊，就在这显示的47啊。哦。价钱不是80几块几的吗？他违反那个啥了，陈姐啊，有处理意见的，我们很严肃的正在这个处理这个事儿，很迅速的马上就会处理出结果。